我觉得绝对不能赚到钱之后就忘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放掉这份还算高薪的工作。我喜欢说我是一个创作者，对，因为我不想要去框架自己，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兴趣，所以我想要就是以创作者这个身份去摸索自己吧。做一些我想要说的故事，像是，我在林森北看到的一些人性的黑暗面啊，或是大家不敢探讨的情色的话题议题这样子。这是我在2017年开的专业，不到2年的时间，我就达到了13万人次的追踪。我选择了这样的题材，却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关注量，所以我就觉得这应该证明了一些，很长都是无话女性，对，然后他们会觉得这样子的作品一定会教坏小朋友，但我都会很理直气壮的、很勇敢的去回绝他们，我会告诉他们，情色绝对不会带坏一个人。简单又不失幽默的插画搭配文字，在社群媒体上建立起自己的小天地。暗黑系的创作风格也让他拥有一票死忠粉丝。开了这个专业之后，最令我感到意外的就是认识了曲家瑞老师。就是有时候会想要把自己的作品给那些我自己很欣赏的人看，然后有一次我就在半夜把我的作品传给曲老师，但我也没多想，我就觉得他应该不会读吧。然后就过了不知道多久，有一天老师就突然传了讯息给我，就这样子认识了老师，然后开始真正的算是踏入了创作的领域。对，他带我认识了很多艺术家、导演。有了曲老师这个伯乐，更从此开启了欧森的艺术之路。深邃的五官，斯文气质底下，欧森身体里却藏着与众不同的灵魂。但在身为创作者前，他曾是名彩妆师。然后我去面试的那一天，才发现，原来那是专门在帮酒店小姐化妆的发廊，默默的在那边工作了10年，然后看了很多小姐的故事啊。18岁那年的误打误撞，从帮酒店小姐化妆开始，却也慢慢解开了童年曾解不开的谜。我的妈妈也是在，就是大家所谓的酒店小姐。也许我踏进林森北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要理解我妈妈在想什么吧。透过小姐，就是酒店小姐的生活，去理解以前妈妈对我们的一些跟我们价值观有冲突的要求，就是趁你现在还年轻就去找有钱人，跟他有一些肉体上的交换，你就有很好的生活，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似乎没有所谓对错，只是每个人生存方式和追求的方向不同。就是从他们像一面镜子吧，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我觉得一个捷径，我觉得绝对不能赚到钱之后就忘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放掉这份还算高薪的工作。2017年开启了创作之路，追梦的过程中，其实欧森还有一个一直难以启齿的秘密。因为你不可能跟每个人说，每一个新认识的人都说，我是色盲，回视力检查的时候就确定是红绿色盲，可是大家都会觉得那是医生没有检查好。红色跟绿色在我的眼中是就是很浅很浅的灰色这样，所以看过去会觉得可能也类似皮肤色，所以我还是会比较会有一点点自卑在这一块。天生红绿色盲，又是非科班出身，却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欧森只能找到方法克服。
论手绘、电脑绘图，全靠自学。通常我都会最晚到我自己的展览。就是我比较害怕面对人群，到后来我觉得好像你就必须得去跟这些人做交流，展览你必须艺术家跟来看的民众 有一些互动，让他们去真正的理解你。所以我就开始从一个很害羞的变成必须站在自己作品前介绍自己作品的人。慢慢突破，米兰欧森不断地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完善自我，不忘初衷，勇往直前。我好像很习惯用绘画写字的方式在就是去放大我自己的个性吧。突发中心就是会不断地在创作中找自己吧。报道。